哟，好巧。肯定站在前面，我绕过去。非常后面挥手，挥手。
还没有看到最后一个哦。啊，这样的要赶快捡起来，这样的赶快捡起来，加油，三点小的。啊，目前三年乒乓红火，三年乒乓红火，赶快加油，三年举杯也加油。很多选手他那个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因为被风吹倒了哈，还是把它拿起来。加油加油！这真的很难哦，我要保持一个角度，才不会让球掉下去哦。哇，三年级班有个小朋友很聪明的，发现拍子拿45度角就不会掉下来了。因为现在风很大，你要的视频是有多少的。加油加油。好，目前三名甲班已经看到600越来越往前了。加油！哇，现在目前三名甲班好像只剩下三项而已哦。十八班的号码一选手在哪里？我看一下，十八班的号码一选手。三年乙班，你们的号码一在哪里？哇，三年乙班。哇，三年甲班的最后选手已经出发了，目前第一名是三年甲班抵达终点。三年甲班，来，其他另外几个班级一起加油！三年甲班完成的表演全部做到，维持秩序很好。来，后面的班级，三年丙班，还剩下四项。三年乙班也剩下四项，其他班级加油！
小朋友，老师给你的提醒啦。冬丽，冬丽，啊，赶紧的，下次。小难度有一点点小难度，没有错，我们的同时训练小朋友的跑步还有捡东西还有丢石的能力哦，这也是跟我们的二年级的体育课程去相结合哦。那我想二年级的小朋友已经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趣味竞赛开始了，二年级趣味竞赛
右前二顶的二指的磁力是很多量。来，这个比赛不只比你的速度，还要比你的稳度。各位小朋友加油！要把三颗限制多到目前的橘色桶子里，每颗小朋友都做不进去，加油！这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啊，有人三颗都放出了，丢了就可以走了。好了，我们游戏规则，三颗一定要丢进一颗，每至少要丢进一颗才被我们进出嘛，加油！二组给你的速度，降低你的准度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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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安全快安全，丢了一颗就赶快走了。除了标准在桶子里面，要如何准确的在跑步间把你的垫子放到飞盘里也是很重要的。加油加油，目前都还没有看到号码一的出现。加油！现在二年级班已经换到男生了，其他都还在女生。现在二年级班已经换到男生上课了。加油！加油！现场都有一个，然后他们就将他们的线组呢，就直接放在飞盘里面。
场上还剩下三个班级，三个班级的最后一段目前都还没有看到。新班的毽子，新班的毽子，好，全民加油，全民加油，加油加油，甲班加油，全民加油，加油，再试一试。好，甲班还有三棒，甲班还有三棒，加油。来，投进了就赶快走，投进就赶快走，加油！一定要把毽子整个的放在你的杯盘里面。来，甲班，加油加油！乙班，乙班已经完成的班级，也可以帮其他还没完成的班级加油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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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三十二年乙班，来，剩下两个班级。请完成的班级，请你坐下来啊！完成的班级，你坐下来，我才知道你完成了。加油，剩最后两个班，大家一起帮他们加油好吗？欢迎甲班加油，连五班加油。加油！目前两班是拼力的。好，甲班加油，上出发了，欢迎甲班加油。好了，二年甲班投进了，二年甲班的先锋投进了，二年甲班，加油加油！来，恭喜二年甲班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来，投进二年级的小朋友，帮二年一分加油，二年三分，一次就投进了，加油！好了，我们恭喜二年一分。来，二年级全部起立，二年级全体起立。好了，等一下，听到你们班级的。
请现场的小朋友把你的口罩拿下来放在口袋，好，请你现场的小朋友把口罩拿下来放在口袋，因为我们要直播
哦，才能清清楚楚拍到你可爱的脸，哦，认真的表情，请你把你的口罩先拿下来。哦，你脸上还戴着口罩的小朋友，请你先把口罩拿下来哦。口罩请收好在口袋里面，不要让它乱飞。来，一年级小朋友，趣味竞赛，离开地球表面。加油加油，一年级加油，现在一年级小朋友脚下踩的是高跷哦，是离开地球表面的。哇，目前看到有班级踩在高跷上，还可以用小跑步的，好厉害！好厉害，好厉害！都不怕跌倒，厉害！小跑步的厉害啊！我们小朋友稳稳的，不把你们的口罩掉了。好，来，小心小心，跌倒没关系，重新站好再出发就好了，加油！踩高跷的诀窍就是你的绳子要拉紧，才有办法踩。你绳子如果松松的，就没有办法往前进了。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来，一年五班，加油加油！
放下来，绳子放下，绳子放下，小心踩，对。加油加油！你们加油！后面的小朋友都稳稳的走，选择用稳稳的到达终点，没关系。来，已经到了，就换下一站出发，加油！加油！来，一群小班准备最后一站出发了，一群小班最后一站出发。哇，那个我们三位班车进行了一个表演。来，一年五班，一年五班，加油！五班，五班，加油！现场的小朋友可以帮这两个班级一起加油。五班加油 ！Go go go！来，其他的班级帮一年丙班加油，加油，丙班加油，我们要有运动加精神哦。对，丙班加油，丙班加油，很好，丙班也快结束了，加油。丙班的最后一站出发了，来，等一下丙班完成的时候，请所有的同学替他们拍手鼓掌，加油！好，恭喜一年丙班完成比赛，好了，请一年级全体起立。好了，现在一年级自由自在离开地球表面，成绩宣布。恭喜一年级一年级班。
怎么冲到那里去？太阳好，太阳。
公室，准备登场了，我们镜头 go。然后转开来。谢谢。
等你是火山走。跑进出来六零七，好，等一下是六零七女生，
第一跑道郑怡乔，第二跑道曾一璇，第三跑道郑怡珍，第四跑道曾一如，第五跑道黄湘敏，第六跑道夏心如。他跑进了跑道。接下来场上要接着竞赛的是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小朋友的60公尺决赛。我们一二三年级的60公尺决赛的选手，在我们跑道司令台的左手边，请跟文明老师挥一挥手。一二三年级60公尺决赛的选手，请跟前方的文明老师挥挥手。走这边，回穿跑道。好，选手，
三年级选手高叫高位，预备。Thank you.
选手预备，准备喽，二零一三，加油加油，二零一三，往前看往前看，加油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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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五年级的选手，五年级的选手，请在小排球场热身，请带到小排球场热身。五年级的选手，请带到小排球场热身。好，接下来要准备在赛道上第三年级六十公尺的男生。第一跑道陈敏郎，第二跑道朱远倩，第三跑道潘龙云，第四跑道徐文俊，第五跑道吴玉杰，第六跑道朱雨乐。好，选手预备。决赛的是三年级的女生组，第一跑道林希彤，第二跑道杨子瑜，第三跑道彭可威，第四跑道陈佩慈，第五跑道甄雨柔，第六跑道廖欣婷。六十公尺决赛之后，就是要进行我们四五六年级的大队接力哦。选手预备，目前领先的是第六跑道，第一跑道，第六跑道。成绩非常的接近哦，要请终点裁判看一下。丙班是绿色，丙班是蓝色。
乙班是紫色，戊班是黄色，甲班是红色。甲班红色的号码一。
好了，目前各大选手都还不能抢跑道，我们的赛事规定是第四棒才可以抢跑道。目前，蓝色跟红色目前是最快的，还是三棒过半。而目前的胜负是蓝、绿、紫、橘、黄。加油加油！紫色的大家出动起来，紫色的加油！好了，目前第一名，目前的第一名是四年军班。我们即将进入第四棒的长跑道了，过了黄线之后，他们就可以切到第一棒。我刚刚发现有班级犯规啊，我们一定要过第四棒，要过了黄线才可以跑到第一棒。目前遥遥领先的是我们四年一班，穿蓝色背心的四年一班。请问朝阳上的人一定要迅速回到草地里面，不要再站在跑道上。然后目前的顺序是蓝绿紫紫。好，我的黄色的棒子当中，我是蓝色。来，加油！
台对面是集合，双数棒到司令台对面集合，单数棒到我的对面演员老师的地方集合，单数棒请带到演员老师的位置集合。好了，五年级的单数棒请到我这边。五年级的单数棒，请到我这边来。单数棒。好，五年级单数棒，动作加快。单数棒，请到司令台右手边。偶数棒，请你往前。单数棒，请到我这边来。冠军教练要不要接受采访？冠军教练。双数棒选手带到司令台对面集合。六年级的双数棒，来，双数棒选手带到对面集合，司令台对面集合，出发。跑道上即将进行的是五年级的大队接力，第一跑道五年级班穿蓝色背心，第二跑道五年甲班穿红色背心，第三到五年五班穿黄色背心，第四到五年乙班穿紫色背心，第五到五年丙班穿绿色背心。
好了，目前第一名的是黄色五连甲班，接下来进来的是蓝色，再来是紫色、黄色、绿色，加油！好了，各位上去准备。来，目前紫色跟蓝色是势均力敌的，紫色、蓝色、紫色，出发出来！加油！好，现在紫色跟蓝色势均力敌，加油！我们第八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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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米加油！五米快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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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台湾的选手，请进入跑道的中央，进入操场中央。目前选手还是我们的甲班。我们蓝班的是我们的黄先生。我们加油，我们加油。加油，加油。好，那时候就接到男生的浪子了，接到我男生，男生的支持。小心，小心！来，绿色五连甲班，加油，加油！来，目前全色都是在最后一站。我们最后一场大队接力是六年级，六年级的大队接力。好了，五年级的同学离开，五年级的同学离开操场，五年级的同学离开操场，好了。然后，五年级的同学。
少年物班举牌这边，快点。拿六笔这样一半。来，蓝色号码一，蓝色号码一的老师。蓝色号码一的老师，单数放。好了，现在请把你们携带的绑子，你该绑好的绑子。目前六名清单已经生效，第二个清单的第五位又过来。
加油加油加油！吴泽伟加油！吴泽伟用飞快的速度在追！吴泽伟加油！吴炳加油！吴廖炳加油！廖炳加油！来，目前第一棒飞男口袁泽月，袁泽月加油！来，目前第五是接到第十五块，廖斌加油，廖斌！目前跟上来的六甲加油！恭喜三甲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来，六甲的美女加油！加油！再次的最后一棒哦！来，加油！来，六年级班也接到最后一棒哦！六年级班也接到最后一棒！六年级小班也接到最后一棒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第一排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嗯，加油你们，加油！加油你们，请班加油，请班，海山加油！哇，你们恭喜六年级的同学，请加号码一，按照顺序车海山来，冠军教练。六年级的选手把号码一交给场上的老师。六年级所有的小朋友跟文明老师挥挥手。六年级所有的选手跟文明老师挥挥手。文明老师帮你们摄影，拜拜，冠军教练。最后一场比赛。